各位早上好，今天是星期二，也是4月4号，当地新加坡时间是10点53分。那昨天在华尔街基本上呢，华尔街继续的往上爬哈，这个也是意料中因为呢，我们看到上个礼拜呢，星期五的第四天呢，基本上是比较高，然后呢，它的继续的一个买潮呢，继续还是在市场里面浮起来哈，这个可能短期里面还会再继续。那么看到道琼呢，现在已经来到最高价呢，就是33,632.9点，这是。这个从那个3月份开始了，也是最高的一个价格。虽然目前呢，可能行情呢会继续的往上爬。现在我调整一下那个目标现在已经调高到大概就3万4左右，3万4到3万4千3万4700点左右，所以变成了上面的空间还是依然还是有一点点空间，可是呢，我的看法是空间是越来越缩小了，然后大家肯定要比较谨慎一点点。我本身是肯定是不会再继续追，因为呢，我已经不想追这个股指啊，我相比的话，我看看下个礼拜呢，因为是有劳动节的一个假期，因为这个星期五就是劳动节嘛。那劳动节星期五，没行情，不是说没行情，只是有一半天的行情在最基本美国债券还是有着还有在营业半天，因为呢星期五也是非农的一个报告，导致非农过后的一个行情就慢慢淡起来，然后就星期六、星期天，然后星期一呢，我看那个风险就相比的话就会提高，所以呢短期里面我是不想再跟进，相反呢我是比较有意愿去看看，在这个所谓的那个可能会出现空单的一些空间里面呢，我相比的话会比较乐意去找一个可能出现的一个反转的一个讯号来做空哈。所以呢，这个价位呢是目前是在34,000点到34,000，大概500点左右。S&P 500呢，同样的还是有一点空间它的目标呢没改变目前呢昨天呢来到4,127.66点哦，那离我的那个目标点呢已经是非常非常靠近了。我的目标原本是4,140点到4,194点左右，所以变成非常非常靠近，短期里面也不可能叫我继续的我也没有这个意愿去再追这个行情。纳斯达本身呢还是在创新高昨天呢就没有新高了，这个高点呢是上个礼星期五创的一个13,19913,188.8点哦，所以这个也是目前的昨天没有新高，所以短期里面如果行情有拉回来，这个也应该是短期里面应该有办法找到支撑的一个位置。这个价位是12,619点到12,836点左右，所以呢那些想要做短线的可以在这个价位里面看看你有没有机会去做多，可是呢，基本上呢，我是不会去尝试，因为我的目标不是在追这个行情一直往上走，因为呢，它的基本功全部的理由呢，全部都错了哈。因为我们有目前呢有很多危机，包括它的银行体系真的是不稳定，再来的话，它的债务问题呢根本没有取消，所以变成了这两大问题呢，现在目前呢是好像是我认为没有给我一个安全感去大量的去投在美国股市里面，OK？那在亚洲盘呢，我们看到今天早上呢，日经呢继续的攀高在28,277.7点，也是离开我的新目标呢，也是不是太过远这个目标是28,540点左右，所以呢，也是离开这个上个月的高峰点呢，在28,734.8点呢，不是太过远，所以短期里面上面空间真的是有限不想追，OK？恒生指数那今天呢？这是呢，就怎么讲呢？昨天没有再继续往上爬，其实昨天呢是在回调，今天早上也是回调，所以变成了这个高点呢，这22,722点呢，基本是上个星期四定下来的一个高点，所以呢也是离开我的目标点呢，也不是太过远，在20,000大概800点左右，所以呢
本身呢，我是在观看，没有想要进场哈。那上啊、那个大陆股指今天有稍微有调整高一点点，来到4094.9点啊、也是非常非常几乎是碰到我的目标点，这个就是4100点到4113点左右。所以呢，相比的话，因为这个是上波浪形的一个反弹呢，基本上呢它是没有什么力气的，OK。所以短期内不考虑，OK，可能跌下来的可能性相比的话是有可能的，所以大家呢。可能要谨慎一点。在能源市场，昨天呢跟大家报告就是呢，那个石油出厂国呢，在星期天的时候呢公布减产了，OK，这个导致呢在星期一昨天早上一开盘呢就跳高到81.51块哈，这个呢在伦敦跟那个纽约市场呢再也没有再去触碰，可是短期里面如果它有回调到大概78块呢，这个可能是一个支撑点，再来的话最深来到75块，这个行情呢已经告诉我们它是要涨的，OK，所以呢看看在什么价位，在78块或者75块呢，它可以找到一个平衡点呢，可能还要继续的往上走，这一次呢可能会突破81.5块可能会来到84块，然后呢，再有一个比较大的一个明显的一个回调，这个基本上是这样子的一个概念，OK，大家可以考虑一下，OK，那个黄金嘛，黄金这个三角形的形状呢越来越明显了哈，跟大家讲了有一段时间，这个三角形的这个 A B C D 已经定型了，所以看昨天呢，大概从这个低点呢来到1949.8的时候呢，它有一个比较大的一个反弹，而且这个反弹是在纽约的时间发生的。今天呢，看起来呢，随时随地它有可能会有一个比较大的一个爆发力哦。一突破这个支撑线的话呢，应该就是它的开始。要确定的话，就是突破2009.84，这个呢就是很确定，市场已经要准备再冲到大概是2770块左右。所以呢，目前来讲，看看它从什么价位它开始突破，最基本也有2060块。OK，这个呢，是短期的一个比较有可能发生的一个这个行情。在银这块呢，银呢昨天呢还是有一点有稍微有突破新高点的，这24.19块哦。可是呢之后呢就开始回调，这个回调度呢应该是不会来到23块左右，所以呢它基本上呢应该是比较浅的一个回调。基本上如果是黄金开始要爆发的时候呢，这个银呢应该也是没办法回调，它可能跟住黄金呢一直往上冲哦，所以这个也是一个可能性。我们看看美元嘛。美元指数呢继续的跌哦，昨天呢有在触碰这个最近的一个最低点，我们看到3月23号嘛，美元指数来到101.55，昨天呢又掉回来，原本是要涨的，看着，可是在下午的时候就开始一直跌到美盘收市哦，在101.56，可能短期里面它可能还会再继续的跌，短期里面如果它有稍微有点反弹哦，这个价位在102.16左右或者102.15哦，我觉得这个呢可能是一个门槛，它这边呢可能如果那些想要做短线的要继续空美元的话，或者是美元指数的话，可以在102.16那边可以考虑看看，如果只出现反转信号，这边呢也是可以考量。那目标目前来讲应该是100.68，OK，这个就是短期的一个目标。哎呀，我觉得美元的一个跌幅呢，从3月份一直跌到现在，我觉得差不多要到位了，因为下面空间应该是不多了哈，所以大家肯定要开始关注。你一看到黄金一开始反转的时候，如果是行情呢，在黄金里面有个比较大的一个爆发力一冲到2060块、70块的话，然后从那边开始倒回来的时候呢，而且它的波动很大的话，就是美元它开始涨了，OK，那个应该是一个指标吧，哈，那主流货币昨天呢还在继续的往上走，今天早上呢，英镑还来到1.2425哦，这个也是这一轮的最高点，可是呢也看起来没什么力气，短期里面可能还会上面还会有一点点空间，可是呢应该会卡在1.2520左右，OK，下面的目标还是目前没有改变应该是在1.21左右。欧元呢，昨天呢也想要逃，OK，基本上呢在早上的时候呢，因为石油的价格暴涨，所以导致呢美元呢开始冲嘛，对不对？所以呢变成了在下午的时候就开始反转了，在纽约市交易时候呢，看到这个欧元开始大量的反弹，可是反弹力度目前呢没办法越过1.0926，基本上呢它是。
稍微突破1.09，然后呢就开始目前呢是有一点掉回来的一个感觉，上面的空间应该是有限啊，我还是保持空的一个位置，所以呢短期里面还在继续看，可能来到1.07左右会。澳币嘛，本身呢，昨天也是有一个比较大的一个反弹，而且这个反弹的力度看起来好像很凶，可是基本上它只是一个三波浪形的一个反弹哦。基本上呢，行情如果来到0.6820到0.6870左右，应该是会碰到一些阻碍，从这边呢可能它会荡下来，目标还是在0.6560左右。OK，美元对日币是有一点遗憾，昨天呢我在1.34那边等它，想要空它，可是呢它最高来到1.3375，然后呢就没办法再涨了，所以今天呢应该是封顶了，所以呢今天呢如果稍微有反弹到1.3290左右呢，我应该是要看看有没有机会去空它，因为呢下面的目标跌低于1.2960的可能性非常高，我的目标短期来看呢，应该是在1.2250左右。OK，所以呢，相比的话，它的下面空间是还是有的，因为呢，这个三波浪形呢，可能会来到最低呢1.2350到1.2550左右。OK，那当然这个200点空间是相比的话比较宽，可是呢，如果可以在目前这个价位1.33左右，1.3290这边可以空它的话，把那个止损单呢挂在稍微高一点点在这个价位，OK，我觉得应该是比较安全的，挂在1.3520左右跟它兑换下面的一个空间，这个可能性非常高，OK，这个可能就是我要继续看看，因为现在价钱呢非常非常靠近了，OK，肯定是在下午的时候，伦敦一开盘肯定就有这个机会哦。美元对加币嘛，基本上呢还在继续的跌这个是有出乎意料之外哦，所以呢变成了短期里面美元还是比较疲惫的如果稍微有反弹的话，来到1.35到1.3580左右呢，这个应该是有有没啊、就是应该会有阻碍了如果想要空美元兑加币的话，这个空间里面在1.3520到1.3580呢，应该比较理想。OK，下面空间应该还是1.3280左右，所以下面的空间也不是太过多，可是基本上还有300点的一个空间可以考虑了。OK，在比特币。基本上呢，这还在横盘，目前的行情没有比较大的一个波动。基本上呢，我看呢，应该是最基本呢，它应该是三波浪形。如果它比较稳的话呢，应该是在这个空间里面就开始稳定了哈。我看看一下啊，我认为这个空间里面应该是在26,300块到25,660块左右，所以下面的空间也是应该有限。如果它是个很单纯的三波浪形的一个回调，应该是在这个空间里面应该会找到买家，所以呢，从这边开始可能它会反弹，所以呢，大家可以参考。可是短期里面我应该是没有这个意愿再进去做比特币，因为我觉得金融市场呢，现在在经过一个比较不稳定的一个时间段，OK，那应该是看看主流的金融产品会比较重要一点点。我们今天呢跟大家就是报告一下，我对每天会有一个新的产品跟大家做分享。今天呢我选择做黄金哦，那昨天我们大家都知道，昨天的目光是在原油里面，因为昨天呢我看到星期天呢那个。石油出厂国呢，在没有大家有心理准备的状况之下呢，宣布它减产的那个数量呢，包括去年11月份的那个减产的数量呢，加起来的有一天呢，有366万桶就是消失了，导致呢昨天呢，能源市场的那边呢，以那个所谓的能源价格呢，那个石油价格呢就猛冲到1桶80块，所以呢这个是昨天，当然这个行情还在继续的衍生哦。那么今天呢我们要谈的是黄金市场。那上个礼拜五呢，我基本上有跟大家做一个比较简单的一个介绍，就是呢这个黄金市场呢，目前呢我认为它有一个可能会有一个比较大的一个爆发力的一个。将要出发生的一个价格的一个暴涨哦，所以呢，今天跟大家分享一下。那上个礼拜呢，我们都有讲过，黄金市场呢，这个当然是现货了哈、哦。去年我们看到上个月呢，行情来到最高来到2900块，
0.98毛4，然后呢一直下滑到1934.3块。那这个呢就代表这个三角形的最宽的一个位置，也是等于是75.5块美金一盎司。那我们看从那天开始呢，我看到行情呢就一直萎缩。你看呢，这个价格呢，高点不比之前的高，低点不比之前的低，这边前呢它一直萎缩。那我是认为这个就是一个肯定的一个典型的三角形。那三角形的那个结构是很简单，如果它原本的行情是要涨的话，三角形之后呢，它爆发的一个力度呢肯定是往它原本的方向爆发，就是往上走哈。那如果是这样的话呢，我们可以看到很快，我们就会看到一个比较大的一个冲力哦，往上冲。那三角形的结构里面，基本上它内部里面有5个波浪，我就把它列成 A、B、C、D、E。如果行情是这样的，5个波浪形成之后呢，它就要开始要爆发了。那昨天的行情来到1949.38块，3.8毛左右，那个也可能就是一的那个最后一个点，因为从这边开始，它的反弹力度相比的话是比较大一点点。可是我在目前在。再观看一下，可能要修正一下下，OK？那昨天的高点呢，可能就是 D，有可能的话，OK？然后呢，E 现在还没有发生。那如果是这样的话呢，我们可以看到今天呢，可能还会有一个拉回来的一个动作。那这个拉回来动作不一定要拉回来到它的支撑点，它可能就会拉回来50%或拉回来61.8%，然后就开始爆发。不管它已经是成型了没有，就是这个一成型了没有，它行情呢是在准备一个比较大的一个爆发力，是往上冲哦。如果是这样的话呢，之前讲过了，这边呢从2009.38块到这个1934.3块呢，整个面积里面有75.5块的一个可能性。那从这个爆发力的那个突破点呢，我们加上75.5块呢，就应该可以拿到它的目标点。OK，那当然这个目标只是一个目标，你可以做调整一下哈。那如果是这样的话呢，不管是那个第五波浪那个一已经成型，或者是还在成型呢，行情都是应该以这个判断来看呢，应该是往上冲的一个可能性会比较大一点点啊。当然可能我也会看错嘛，对不对？那什么价格发生之后我才认为我是错呢？那如果行情继续跌破1934.3块，那肯定是错了，它肯定不是三角形了，它肯定是一个很简单的一个三波浪式的 A、B、C 的调整。那 A、B、C 调整之后呢，它还是要涨。只是呢，不是马上涨，可能是要拖多好几天，或者是下个礼拜才涨。OK，所以呢，这个可以大家拿来做参考。那今天呢，就跟大家分享黄金。那每天呢，我会选一个产品跟大家分享一下我的一些看法。那如果你觉得这个不错的话，可以继续的关注我。好，我的名字叫 Daniel Ang，中文名字叫洪俊荣。那今天呢，到此为止，明天再见，拜拜。